有一位先生稍微淋到一点雨，吹到一点风，他就会感冒，很久都不会好。那就是有一个因果嘛。什么因果呢？他过去曾经看过一窝小猫，做小朋友的时候看到用水啊，去浇他们，去喷他们。你知道那些小猫被水喷了以后会怎样吗？你觉得它抖一抖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但有的就是感冒发烧，有的就死掉了，是有这个因果病。那小猫一定有冻死去纠缠它，跟它索报的。所以它长大了，上班，它只要淋一点雨啊，它就开始重感冒，甚至要躺好几天。那它怎么好的呢？开始放生，一边放生，一边忏悔过去不应该用水啊，去浇那些小猫，或者有心无意之间伤害很多生灵。我忏悔这样的罪业，我以后永不再犯，我现在还要戒杀护生。他慢慢慢慢自己下大雨淋雨他都不感冒了，完全恢复正常，身体比以前还要健壮。所以你有这样的业因果报的问题，那肯定是都不用怀疑的。你赶快在佛前多忏悔，多行功立德。